李卓熙起床后，大家好，咁细声突然间，起床后去边度啊？咁细声，起床后我洗面，洗完面之后。洗完面之后好清洁，好啊，你话诶，咁你有冇食早餐噶？唔食早餐嘅。我顶脑啊！咁你冇刷牙噶？唔好讲，唔刷牙嘅。咪好污糟咯。惊咗！我讲完啦，拜拜，唔该晒，请坐啦。